目前现在是刷上的状态，然后这锅是热的、烫的，然后现在做鸡蛋，然后现在是 off 的状态，off，然后做鸡蛋，看。可以看到鸡蛋都还熟了，嗯，看到没有？这是 off 的状态。那调到大的话，那调到这儿就过不来了，那使劲有点弄不来，嗯。然后现在调大了，很快很快，嗯，非常快。